来哦，乡亲哦，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好、哦，咱今仔日吼，难得吼，咱个请到吼、哦，这个优秀的加州的江建强大律师吼、哦，来看咱吼台湾人吼、哦，交换一下吼、哦，这个吼、哦、建国个意见吼、哦。咱江建强大律师，哎、欸，来，前辈前辈，来，甲咱乡亲 say hello 一下，嘿，来。哎，张博士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呀！安尼好哦，啊，不啦，今日是恁台湾的时间，算美国的迄个独立建国的纪念日，迄个纪哈，念日吼呀！啊，所以呢，我今日特别要利用这个机会呢，甲大家来分享，啊，来用张博士的理论，就是甲恁交换知识吼，有关于。一个国家要哪独立建国的基础是啥物？哈，啊，另外有时间，我想要讲一个有关于童文新律师要参选台北市市长，咱大家台湾派的人爱甲支持，哈，这方面的代志，可能到尾也是我会甲大家迄个参详，哈，啊，所以今日我最主要是要用这个思想方面的代志来讨论台湾独立建国要安怎做，用美国的迄、那个。铁下思想为基础，哈啊，所以今日真欢喜，会使利用这个美国独立建国的机会，甲大家分享独立建国的根据是啥，哈啊，我即卖用这个 PowerPoint 来，哈睡啦！，OK，Yeah，好，安尼看会着，哈，独立建国的根基，哈啊，真简单，哈，迄个明视有一个专门咧教台语的迄个节目，哈。啊！一开始的时阵，嘉义哈，迄个老师哈，伊就讲一句话，讲文化是建国的根基，哈啊，语言是文化底底，哈啊，我加一句话，思想是语言的支架、枝干，哈啊，迄个台语无支架之理啦，哈啊，台语若讲台语，我是假啦，哈啊，思想是语言的支架，哈。啊，这个最主要问题，今年因为是美国独立纪念日，我要甲大家分享咱台湾独立建国为什么行到安尼啊，颠颠倒倒吼，敢若啉烧酒醉嘞吼，一直无法度顺利的进行吼。啊，但是这是非常正常的代志，因为咱独立建国就敢若咧生囡仔共款吼。啊，你生囡仔有一个阵痛期。咱即马伫啊，即个阵痛期内底，所以逐个爱有迄个概念，爱忍耐，吼，爱继续拍拼。啊，当然我了解讲，诚侪人对我有批评，讲啊，你人伫美国，你咧讲独立，啊，若要死死阮，毋是死着你，吼、哦。啊，所以你讲迄无较全，无死啥一物啦。我较等要甲你解释，为虾米就算我人伫啊国外，我也希望看着我家己的迄个母国、家己的祖国，有法度一日。大家独立建国的迄个条件吼，为什么？因为一个国家是毋是会使独立，最主要就是表现伊一个人民的自尊心，是毋是受人的迄个尊重吼。咱台湾人有一个个性，或者性不雅性，啥物物件拢去看别人的眼色吼。古早看迄个清朝，清朝了看日本，啊，日本了看国民党，啊，即马国民党了看民进党。看美国，啊，永远拢咧看别人的眼神在做。哦，咱台湾人一定爱学一项代志，都、就是爱学晓家己安怎尊敬家己，这非常重要的概念吼、哦。啊，咱即摆来看吼、哦，这我最近咧做一项代志吼，就是讲我最近转去阮祖先一项的职业，就是种田。OK，我咧学陶渊明啦吼，底下阮家己的厝咧种田吼。啊，我毋是去买苗吼，倒来种，我是对种子吼，诶，种子吼，只啊开始甲布一个苗出来，啊，就对苗再来去个小培养盆吼，在培养皿里面吼。啊，怎么较大诶，啊，再个移来去较大开，到上尾个再移入去迄落土诶吼，对啊，这规个过程都是代表讲咱一个人对即个生命诶尊重。啊，今日咱对即个生命的迄个成长的过程吼，咱一个关注吼，啊，一个爱心吼，咱台湾呢已经是一个，刚才咱即摆看了即个苗吼，啊，即个苗呢，伊即摆呢
慢慢咧在长大，但是伊在长大的过程呢，伊吸收到真侪养分，哈、哦。所以中国人甲你讲，诶，台湾祖国是中国一部分，一片的笑的。中国吼，讲笑人讲笑话，笑人讲笑话对。诶，明朝的时阵吼，荷兰人去占澎湖的平湖的时阵吼，明朝去打荷兰，啊，打赢甲讲吼，拜托的，这块土地阮占真久啊，占的是平湖哦。伊讲吼，当兵了，这块土地阮唔捌去过，好多东番呐，啊，唔捌去过，啊，但是看起来清清水水，国家大地吼，迄地好哩啦，你莫来乱啦。所以荷兰人怎啊走来台湾 ？OK， 来东番、哦、对台南，迄、那个占卜师因家乡也爬起 ，OK， 哈、嗯，迄遮兰热兰热遮兰城啦，迄叫做安边古堡啦。对对对，哈、嗯，啊，所以。咱台湾呢，唔是中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都是家己是一个岛国，吼，内底有原住民，吼，啊，尾啊，佮咱吸收了无同款文化养分，吼，对荷兰、西班牙占北部，你看咱台北的淡水有红毛城，迄就是西班牙人占的，啊，留落来文化，吼，啊，咱台北迄个东北部有一个所在叫三貂角。OK， 三貂角，那就是艺术家，你知道吧？那就是西班牙文的圣地亚哥啦，圣地亚哥啦。虽然台湾冇圣地亚哥啊，我洛杉矶较南部去冇圣地亚哥啊，那就是西班牙留下来的遗迹啦，吼。啊，佮说来正式王朝，你知影郑成功唔是纯正的中国人咧，因、老母是日本人啊，因老爸是海产啊，郑芝龙啊，对吧？对对对，哦啊。郑成功囡仔时阵对因老母讲日文啦，尾啊因老爸甲带来福建 ，OK， 啊学做海产，学做生意了。尾啊明朝灭亡的时阵，郑成功甲因老爸脱离，因老爸去挖清朝，郑成功背来去到维护到明朝的正数啦吼。啊，所以台湾嘛去吸收到正式王朝的文化，甲明朝带来，尾啊满洲人统治过来，满洲过日本。1949年，中国的难民来到台湾。嗯，哦，你安尼讲真清楚吼，荷兰、西班牙、郑成功、满洲、日本、中国，哦，就解释啦吼，就解释。就解释啊，但是呢，我这个人，我本身因为我古早不介绍给我的背景非常复杂哈，阮有台湾迄、那个，唔是平地平埔族啊，阮山顶的啊。啊，阮阿嬷客人，阮阿嬷的名叫做曾粉妹，曾粉妹，啊，你就知影客人哦。看到这里妹字，吼、哦，你知影。啊，阮妈妈呢是要死之前，佮我讲，阿雄啊，你倒爱记哦，咱是对福建漳州安溪一边哦，迄落种地的人移民来台湾了，讲迄恁家的代志，迄种是恁家的代志，迄已经跟我无关系啊吼，因为咱即马已经唔是甚物漳州人、泉州人，嘛唔是日本的迄落皇民，嘛唔是中国人，咱是台湾人，啊，咱是这个幼苗哈，内底。去吸收到所有只养分，荷兰、西班牙、郑成功、满洲、日本、中国 ，OK。但是你也知吼，即马台湾的面相阁开始在变啦。台湾查某袂结婚，袂嫁台湾人，啊，所以台湾查甫要去倒娶，走去中国大陆，走去越南啊，对吧？啊，所以咱即马台湾真侪外籍新娘，对吧？即马以后台湾的小学的囡仔的面开始都小有变啦 ，OK。啊，皮肤的色嘛，稍微变了哈。是哦，啊、是哦。另外，因讲话嘛变了，因为一定要厝的细汉，因老母甲伊讲的，都是因本身的话嘛。啊，对对。所以有可能是越南话，也有可能是中国话，也有可能。这马路通吼，最重要诶。诶，马路。呀，啊，为什么你讲吴江律师，你敢不是出国40几年啊？啊，哪会过会晓讲台湾话？诶，就是阮老母甲我讲的话啊。啊！你自新出来就搁听到这个话啊，他也袂记的，一定会记的嘛，对吧？哦，啊！你讲台湾话真歹学，嗯，啊！自细汉听阮老母讲，伊安怎讲，我就照伊讲嘛，他也歹学，哦，对对对。啊！我看迄明星的个台语讲，这个变调咯，啊！迄字要读文的，迄字要读白，我拢要读，啊！但是无人教我，因为阮老母安尼讲，我就对伊讲嘛，迄落个马勒汤嘛，哦，哎，啊！咱台湾以后可能马勒汤会变较多哦。
吼，咱阁继续吸收另外无同款国家的文化嚟嘅。但是咧，这个所在有一个重点，就是咱袂使去分别，袂使去轻视人。吼，我定来讲嘅一个观念，吼，人无迄落类别嘅区别，人干那有程度嘅区别。OK， 程度的区别，也就是讲哦，你袂使讲这个人是台湾人，迄个人是中国难民来，啊，迄个是因老母越南嘛，啊，所以咱以这个标准来认为讲，这个来个轻分，哦，啊，轻分就是台湾话，换做中国话做歧视啊，哦，哦哦哦，轻分就是把他轻的，给他很少的分数来个轻分啦，哦，个轻视啦，袂使，哦。咱每一个人袂使因为伊的血统、伊的因老母老爸所来所在无同款，咱个歧视袂使。啊，每一个人有区别，比如讲，有个人只好讲话，啊，有个人只好算数。啊，你即马看银幕顶头的吼，搞算数戴目镜坐开的啦，迄个占卜师啦，啊，对吧？啊，讲话你都有时爱看我，有时爱看占卜师，占卜师讲话嘛真厉害啊，对吧？无。啊，所以每一个人拢一个程度上的区别，啊，但是迄个程度上的区别，并无失去迄个人做人的基本的资格，吼。所以咱袂使轻视人，啊，人有程度的无同款，迄是同款，就是一人的基本的尊严是存在，吼。即个咱一定要学即个概念，吼。OK。啊，即摆过来吼，咱台湾呢，因为我大概你讲，咱吸收的养分内底有一个中国文化养，迄个养分吼，养分吼，迄个物件对咱来讲，其实是一个强害，一个迫害。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内底吼，因伫革命的时阵，头一个要拍倒的，就是迄个孔老二。OK， 孔家店，对哦，吼，啊，结果呢，即卖中国人去世界去统战吼，去因去设孔子学院，迄个咧献家己的嘴巴，古早咧打倒孔家店，啊，即卖去全世界各国建立了孔子学院的通鉴别的国家，讲我来教恁孔子，因为世界大家国家。因若唔知即句话上讲嘅，就讲这是 Confucius 讲嘅，讲孔子讲嘅，啊来做干胶吼。像个马克吐温讲一句话，伊讲哦，你娘嘞，你若爬去天顶，袂使坐干胶吼，唔会遐待袂久，唔会甘愿来别个所在。哎，马克吐温真正讲安尼。伊安尼讲哦，啊，你若讲唔知啊，讲无听啦，江老师讲这句话是马克吐温讲的哦，啊，你就是美国人讲，迄 Confucius 讲的。OK， 好啦啦，唔知迄句话谁讲，伊就讲迄是 Confucius 讲的。OK， 好，啊，所以。这个 Confucius 呢，对我来讲啦，我因为咱中国族也拢读嘅，哈，我中国族、迄个美国族，哈，啊，希腊、欧洲嘅族拢读嘅，啊，但是我感觉对咱台湾人上大嘅侵害，而且对中国上大嘅侵害，就是孔子。孔子代表就是一种封建嘅思想，是叫每一个人去做奴才 ，OK， 去服务迄个君王。啊！伊一世人想要去找一个君王来服务，伊找无人，找到上最做个鲁国的司寇，啊，尾也都无去啊！哦，伊宰相什么都无做着。拜托，我做一下官就对啦。对，哎，啊，到处去拜托啦，哈。哎，啊，孔子伊的思想到尾也甲汉朝叫汉朝皇帝用去，伊讲，这招有够赞的，甲遐爱读书的头家叫掠来叫因去考试，考掉再来我才做官，我才分钱给伊，啊，比普通的。做菜的人赚较侪，对吧？哦，啊，所以用这种制度来控制迄个知识分子，你看控制到今年台湾呢，恁个咧个咧学科考试，恁个个咧，对吧？科举制度哈，科举制度，对，啊，所以中国大陆因为大学联考做高考，啊，咱台湾是大学联考了后毕业，啊，要去公家机关服务，佮考一个高考 ，OK，啊，这拢是这个老岁仔控制留落来物件。哎、哦，啊，这非常的可恶！啊，孔子甲咱教讲吼，迄、那个你唔通问遐多啦，为人是人，焉能是鬼？你讲吼、你连要哪去服务人，你都唔知你是要哪去服务鬼啦？哦，你讲吼，啊咧，未知生焉知死啦？
你甲问什么宗教啦，什么上帝啦，什么菩萨啦，什么神啦，迄我袂甲你参详啦，无得讲啦，因为你都唔知道死呢，你得讨论死要创啥。嗯 嗯， 嗯，我甲你讲一句话。嗯，你知道生命的意义是啥无？嗯，生命的意义我甲你教。啊，这句话唔是孔子讲的，生命的意义就是知道生命有一天会终结，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我跟你讲吼，我这个读军校的吼，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具体的生命。嘿，我喏，哎，我的校规拢有写呢嘞。好，你讲，你去讲一遍，你去讲一遍。OK， 那是酒盖酒啊，给超人讲的。OK， 哎，对对。但实际上呢，生命的意义是要知道生命有一天会终结。哦哦，你要知影讲，咱真侪人活的时阵啊，拢就是讲伊拢未死。啊，到一天要死的时候，才知影讲，哎呦，夭寿死囡仔未有咯，哦，嗯嗯，啊，所以一个人若要了解生命的真正的目的啊，正经的目的啊，伊就知影讲，有一天我会死，嗯嗯，啊，你活的时阵了解讲，有一天我会死，所以你用这个有限的时间去创造，你大家讲的创造宇宙自己的生命 ，OK，、嗯、因为生命就是一个 cycle 嘛。哦、你一个 种子啦，变作苗啊，变大大长啊，尾啊伊啊开花结果啊。你知影所有的植物哦，除了你是常年生的啦，你若一年生的，伊若开花结果，迄长就要死啊啦。哎哎哎，哦，所以我若种头仔豆吼，你看伊开黄花，啊，即马黄花拍黄，啊，即马开始结果对吧？哈、哦，哎哎，啊，果来开始变红的时阵，伊开始叶啊就蔫起啊，开始黄起啊，表示讲伊的目的达到，伊会死啊啦。哦啊，水果就长成了，它就目的达到了，它生命的意义达到了啦。哎哎，啊，所以你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知道生命有一天会终结。嗯。那个就是生命的意义啊！不要过着以为你永远不会死。嗯、OK，、嗯、我问你啦，你到即马活到遐济，我不管你几岁啦，你捌看过一个未死的人无？那有可能啦，世界上。捌看过嘛？对哇，大家拢会死嘛？ 啊， 啊，所以那是大家拢会死，你就会了解讲，每一个人拢会死，就是你生出来都要为着你总一天会死这个代志做一个计划。我这世人要。贡献什么？要做什么代志？这非常的重要哈、嗯。啊，咱东方的，咱去学着这个控制这个奥利论，哈、哦，叫咱卖去讨论宇宙，卖、嗯、去讨论天啊，卖去讨论死。刚才讲，你去服务迄个人，卖去服务鬼 ，OK？ 嗯嗯，对。啊，其实这个鬼啊，代表嘛是神呐、啊。这个鬼，等下中国人的意思就是超乎咱这个地四迄、那个四维空间呢。四维空间就是讲，咱即马人活的长宽，一个高对吧？吼、嗯，还佫加一个时间嘛，吼、嗯嗯。所以你即马在甲讲话，你一间房间内底有长宽高，较等下结束，我换喺别个所在。所以啊，詹博士登去伊个所在啊，所以我即个空间一个改变啦，因为长宽高一样，但是时间不一样的嘛。嗯嗯嗯。所以咱人是活喺四度空间。嗯， 嗯，啊，你鬼呢是活在四度空间以外嘛，啊，神嘛活在四度空间以外。嗯嗯嗯。啊，这个老黑啊，甲咱讲，讲哦，一个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哦，哎，卖去讲迄个鬼啦神的代志哈，啊，伊甲讲哦，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中国人啊，你台湾人去插到迄个中国的文化，台湾人无宗教的迄个天才，你若啥什么搞入去，大家拢拜。我嘛有迄个同学哦，迄个博士的哦 ，OK， 伊甲我讲，我今日去爬山，啊山规路吼有迄个土地公庙，也有石头公，我呢一路拜到顶端去，啊落来个一路拜到下山下来，啊你博士婆你是咧拜啥啦？嗯OK， 所以迄个是因为咱去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无宗教的迄个本分啦，无迄个天。哎，另外一个就是咱看。这个驾兵，这个哈，这个是苏格拉底了哈。哦，苏格拉底。对，这个是希腊的那个。希腊三哲人。哎，哲学家哈，一共几个？一共哦，没有经过检视的生命哈，是不值得活的生命。就是讲，你要嫁一世人哈，你一定要随时等来检验家己一世人，你是用什么思想在嫁？
啊，你做什么代志？啊，你对这个整个人类社会、整个聚集宇宙的生命，你做了什么啦？哦，这都是人西方的思想，这嘛是人建国的根基啦。哦，就是讲每一个人拢爱去检验伊的生命，伊对这个规个群体哈，啊，甲伊个人，啊，甲伊的家庭，伊做了什么啦？哦，啊，咱那是用孔子的思想，伊就干来叫你去服务服务，伊就当主席就好啊。哦，啊，若上做当主席，咱就去服务当主席。你的哥在阿扁来做总统，好，大家去买扁帽，对吧？哎，阿扁啊，扁啊，扁啊！啊，即摆扁落来的时阵，大家走了了，剩无几个。嘿，我阿扁来做总统，我叫三顿个错。OK， 哦，阿扁落来的时阵，头一个爬出来甲救的，就是我。OK， 因为我无迄种什么去服侍人的思想，我跟他服侍咱的迄个 life， 咱的生命都爱不断的检视啦。嘿，咱即摆来看哈。咱即卖建国是顶一个产前的阵痛，敢那即卖即敢那讲恁爸老母的巴肚内底，啊，你即个是产道啦，吼，啊，咱卖讲收错啦，反正产道外靠就一道光线啦，吼，啊，你一掏出来，目睭看你就看一道光线啦，吼，我跟你讲一个铁学吼，咱人生出来是经过老母的产道，然后出来头生出来，去医生给你揪出来哈，怎啊脚掌给你掀落，啊就哇一声，啊休息嘛哈，啊所以人就是欠胖啊。洗出来，卡子都给你消落来，对吧？哈，啊，咱单位是食艺术的话哦，咱拍人的动作过来行哦，嘴巴给你封落，对吧？啊，给你扒落，对吧？哈，把它扒下去以后，拍卡针不叫做扒下去呢，拍卡针要用削的，卡针给你削落去啊，你知无？咱单位是食艺术的话啊，对，来哦哈，啊，所以咱即马是伫建构进程的产前的阵痛。OK， 啊，这个产前的阵痛是必须要经过的，你知影讲吼，迄条胶啊吼，伊若第一壳内底，伊要拔出来时阵，迄壳吼，伊啊对内底家己个剁开，啊用身骨力甲挤破，啊，是，迄个挤破的迄个力吼，就是咧训练迄个肺活量，甲伊迄条肌肉迄条抗阻力量，吼，啊，所以伊若无经过迄个阶段，伊生出来有可能会死去。啊，无就变残废，啊，无就变无路用，无啥小路用的鸟啊 ，OK？ 啊，所以有个人看鸟在内底挣扎几波，就啊，无我卡个倒背，迄背上一只鸟都残废都报销去啊！你就是要一定要两个两个，整个整个家己去突破，那个就是神学嘅，
要增强他的耐力的动作了。哎哎哎，啊，咱即马产前的阵痛，你看咱有可怜嘛？国民党拍败，和咱国民党的执政的时候，一日干唔干来希望讲拍败国民党，和台湾人执政，对吧？那你即马所有的理想对吧？啊，你顶世纪，顶世纪，咱拢希望哦，拍败国民党。啊，即马咧？啊，即马，吼，啊，所以大家。一个阵痛啊！台湾拍败国民党了，好啊！台湾人执政一定都好，天下太平。结果台湾人执政了，你即马看了安怎？还佫较歹，佫较歹，天下没有太平。为什么？你还没有冲出那个产道嘛？哈、哦，你还在里面暗收收啊，对吧？啊，但是你看到迄产道外靠迄个光线，迄、那个光芒，迄、那个就是继续引导你哈，佮润的润的，要佮润出去迄个力量啦。哦，啊，你若无家己论吼 ，OK， 你无法度强壮啦。你若用迄落剖腹生产，迄、那个囡仔生出来吼，拢安尼无像咱这种的好阿爸 ，OK， 人都是爱有迄落霸气啦，马里奥霸气啦，吼、哦。啊，所以咱即卖是伫建国产前的阵痛啦，吼。啊，为什么会产前的阵痛呢？因为呢，咱自细汉到即卖呢。拢活伫个别人甲咱设计诶一个迄种景象内底，一个计划内底，咱敢若去用囥诶一个洞穴内底，一个崩坑内底。啊，这个崩坑是做啥物看？我甲你讲，这都是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伊设计诶一个崩坑诶理论哦。伊讲哦，人叫别个人思想哦，伊甲你思想，甲你关喺一个崩坑内底，脚甲你绑一个大粒石，踢球哈，用力来给你练球，你袂走的嘛哈。手也给你绑个椅仔，哈啊，大家坐哈，搞大细人坐，后壁囥一个黑旅馆，哈，黑啊头前啊黑头前呢，有人咧举一只狮，哈，后人举一间厝，后人举饭啊，有饭碗啥物件，啊，给你放个即个云雾顶馆，啊，所以呢。伊即马要叫你看啥，你就看啥，你知道？你人坐迄个火的头前，啊，这是壁对吧？啊，这个甲你控制的这独裁者，伊怎啊提及一些假的形象？这种假的，给咖喱，咱台湾叫咖喱啦，咖喱啊，咖喱啊，嘿，咖喱啊，你提咖喱啊，顶火的头前安尼压咧压咧，你看到壁顶头物件，你就是这就是现实的世界。这就是我即马要甲你讲的，咱台湾人，咱顶独裁。前置下骹的人民哈，咱一世人，咱一世人都活在这个洞穴内底，拢是去用欺骗的。咱看的物件，唔是实际上的物件。你若要看实际上物件，你要歪头咧，对不？去看这家里讲啊，假的对不？无啊，咱大家人拢去学这独裁者甲你骗，蒋介石来后无代志，无事叫你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对吧？又甲你讲，一对大陆造出来的时阵是安尼过街老鼠，大家甲拍的，骗得笑。美国给你偌侪钱去拍日本啊？啊，日本啊，结束战争结束了，无干两年，你个共产党拍甲走无路，为什么？因为你贪污贪偌侪嘛。老百姓唾弃你嘛，对吧？对，规路叫用站出来，中国大陆，即摆甲咱讲，摕一个迄个假，迄个假，你也甲你讲，我们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啊，迄边讲也要来解救你啊，蒋贼的这个带出去的人民啦、啊，啊，所以咱因那边嘛在骗人，咱这边嘛骗人，所以一个规个人类的社会历史上都是，咱拢做这个奴隶，这个迄落囚犯。脚绑大铁球啊，链啊链的，手绑个椅啊，啊人在后壁，人家迄样啊，啊放一个迄，啊互你看，哦，你叫是这是真的嘞，这不是真的呢，啊所以呢，你个看吼，这个图，赶快这个黑点啊加啊白点啊加，但是呢，只有一坑路，你知无？只有一条通道吼，会使对这行，会使爬去你洞的外口。哦，啊，当外口日头会光咧，会闪入来，闪入来，闪即个只无虾米强啊啦，所以永远无法度比即个妖火较强啦。啊，你若妖火较强，日头你个光较无遐强时阵，壁顶头看袂出正经的形象，日头的形象嘛。所以即个甲你讲的概念就是讲，咱人有法度看到物件，是因为光线的原因啦。
你知影向上欣欣羡光，你知无？饲物啊啦，好好，对吧？饲物啊，因为伊看无光嘛，所以伊无法得看到物件嘛。物件是由光来形成的嘛，嗯，对吧？迄天柯文哲甲上咧的小马伊咧偷笑，因为这个人巧啊，但是因为伊有一种严格的一种很严厉的一种病症啊，或者亚斯伯格症，迄种人唔知别人的思想的创啥，唔知别人的情感啦、啊。OK， 所以拢以家己的中心为中心啦、啊。啊，人家糟蹋讲，哦，你要奶啊，你个啊，你要这個，哦，啊，王志坚啦、啊，啊，我家只倒倒起来了，变乌色的啦，哈、哦。哦，啊，柯文哲在遐头就讲，啊，你唔捌啊，那不利吼、哦，你家这个是迄、那个是加加起来了，都变透明的啦。对吧、嗯嗯？你光学上一个光里面有红橙蓝红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啊，这加加起来就变透明的嘛，哦，啊，你那水彩美术学上面，你看这是加加起来变乌的嘛，哦，啊，王世坚那个糟蹋讲，哦，你也无思基本的思想，你根本都唔是白的啦，你乌的啦，啊，柯文哲讲，唔对啊，你无谈物理啊，对吧？迄加加起来应该是白啊透明的啊，迄拢唔对啦。我哋讲，咱就是叫欺骗去，去有一只政客啊欺骗去啦，伊摕这个妖气啦，哦，啊摕咖喱啊来甲咱人来人来，啊咱叫别个食，看伊要叫咱看的物件啦，咱看唔是正经的物件，咱看是假的形象啦，啊所以咱即卖爱挣脱这个锁链 ，OK， 爱对这个崩坑行出去去看日头啦。你头壳的才是正经的物件，别人无法度欺骗你的物件了。这就是咱台湾人独立建国之目前受到上大的阻碍。OK， 国民党咧执政的时阵，党外甲你话讲，哎，推翻国民党，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OK， 啊，国民党倒起来咧，台湾有好一点吗？无啊，更坏哦，没有好。为什么？因为啊，国换一个得算妖气尔嘛。无人甲你带出去这个崩坑嘛？对，一个要建国的人，你这人在崩坑内是要哪结构啦？崩坑那个人爱甲这个铁链加挣脱，爱走出这个崩坑，去看到真正的阳光，才能够建国啦。嗯啊、所以呢，即马你来看吼，咱的世界是不是走对愈来愈自由的世界？不是呢，咱即马每一个人手中拢一支手机啊。中国大陆台湾咧控制人民用手机啊，手机啊，甲你定位对吧？看你要走去倒去，拢有法度抓着你。啊，你若讲有疫情来啊，即卖每一个人爱扫描，去到迄落超市，都爱去扫描，啊，就知影讲你来过这个超市。啊，即卖万一有多一个人得病，啊，就再联络你哈。迄、那个唐凤发明的，啊，其实嘛唔是，你知影嘛？咱不是在迄正简单的城市嘛？佮套一个城市，你去迄落中华电信的迄落机械内底，都知影每一个人走去倒嘛，正简单呐。即卖美国嘛有人某啊，走比如行大埔的，走去倒遐佚佗放松，嘛是叫大埔的手机啊衰了，我给你设定，看你走去倒，我拢知啊。定位，也、yeah, 没有什么了不起啦。但是咱以后的社会，唔是更加自由呢？咱以后的社会呢，迄个妖气呢？已经不是用茶去修的妖气啊，是用我们的 internet， 用我们的手机，用我们的电子东西，对后壁放出来。你看每一个人继续的 worship， 继续的看那个妖气所闪出来的那个假的形象。这是咱做一个受教育的人必须要，咱是对崩坑内底行出来的人。OK。对崩坑内底行出来的人，咱要有迄个爱心，行转来去崩坑，甲遐脚甲手骨放白掉的人，甲讲：哎，恁这大细汉的，带我出来看看，外口世界唔是内底只个假啦。啊，但是我跟你讲，迄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因为内底人讲，你娘嘞，唔定只坐得好好，较等伊就阁照三顿也袂饲嘞，吼。我那边拍片，我坐只看电影就好，啊，假的真的管你去死。官太已经死喺单位啦，吼、对吧？啊，你即马叫我对只锁匙，外口唔知是险啊，吼！啊，要几多找食？啊，咪要死的时阵，甲你杀来先，甲你拍，甲你电，对吧？嘿。所以你要做占卜师这种革命家，你都要有了解。你爬出来洞坑，
崩空啊！你讲行到等于要救遐叫用别个人叫因带你出去，你有叫用怕死的可能性？有了解？有啊！但是你唔惊，所以你唔再个行等于崩空。嗯，为什么？因为你一个爱心嘛、啊。咱台湾人讲一句话：食好到小补，对吧？对吧？啊！我着对崩空走出来，我看了外口有够赞的，对吧？对。哦，食好到小补，我搁两刀顿，我甘望搁两刀顿来给恁拜托。我两日去的时阵，遐独裁者来甲我拍呢，甲我抬呢。好、哦，真占卜师，你定定的你偌济，每个都甲你补一个剩三斤、两斤，对吧？对，对吧？啊，同款彭文正，对吧？伊几六十万，即马变几万，对吧？啊，算任何人来找我上伊的节目。你的节目随着用黄标 YouTube 甲你讲讲，这个节目问题，阮接到吼规整份的剪辑信函，啊，林秉书底下看修饰，可能是下卡手的 ，OK？ 啊，这正简单嘛，用电脑啊去举报嘛，对吧？嗯嗯。啊 ，YouTube 用电脑来处理嘛，啊，发觉遐侪人举报，啊，所以这拢假的嘛，这拢就有问题啊，对吧？嗯嗯嗯。啊，所以咱要所等于崩卡的人，爱了解安怎？咱会受害，啊！但是因为咱有爱心，咱唔惊死。OK？ 嗯嗯嗯。迄、那个圣经内底有讲到，迄、那个基督教迄个历史内底有一个人吼，又够伟大 ，Lawrence 啊，伊安尼，伊是一个先知啦吼、嗯。啊，因为伊讲话去得失着迄个同款者，吼、啊，就独裁者，所以人家掠去啦。要甲处死刑，但是处死刑唔是甲吊，唔是甲抬头，迄少简单啦，摕一个迄落铁板烧啦，嗯，下骹创甲烧烧啊，铁拢安尼，吼，落去咱铁板烧咧，滋一个一声啦，嗯嗯，啊，甲杀喺顶头，甲煎啦，哎、欸，哦，啊，这个人去用煎的过程吼，伊煎到后壁差不多拢煎透大去啊，哈、嗯，伊甲讲哦，会使甲我换兵啊啦，啊，就是 ，OK。咱有这种勇气无？人家讲，甲我换兵咯，我这边臭大咯 ，OK， 甲我要煎，甲我换兵哦。嘿嘿嘿，咱哪有这种勇气啦？嗯嗯，哦，这就是要登去崩坑的人，爱有迄种的决心啦，啊个勇气啊。哇，你讲的哈很有哲理性呢，哦，今天受益良多哦。来，我今麦跟你讲哈 ，OK， 咱爱做的动作是啥？你知无？咱来一直登去吼，检验咱壁顶头的影像，因为后壁这是妖火，啊，这是家里人来甲咱搬家，对吧？嗯，哦，啊，咱看拢是这人叫咱看，啊，实际上咱来定来登去检验这物件，咱是不是受到咱的职业伤？哦，我做司法官，啊，我若无听话，去用甲你编去了训练 ，OK， 分去中华啊，台北市无法度做到啊，哦，啊，你就讲去买咯。彭文正迄个检察官，伊即摆调去平和对，迄毋是平官呢，平和做了所调转来本岛，搁去升官啊嘛，哦，嗯、啊你心态走同款嘛，所以你啊转去检问讲，是毋是因为我职业，吼、哦，啊别人放什么物件，我看我就看，啊别人摕假文凭，我嘛甲看作真嘞，啊我来去迫害忠良，哦，啊是毋是因为家庭啊爸母甲我的压力？啊，翁阿婆给我的压力，还是朋友，还是我的环境，这些东西都会让我去看到这些假的东西叫是真的。嗯嗯嗯。咱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嗯嗯嗯。哦，这是人西方的国家的独立建国，伊在训练伊的人民。嗯嗯。伊唔惊因知影，伊爱教因讲，恁是去学古早遐独裁者，甲你变作囚犯。OK， 互你看假的物件。即卖我要甲你解放，解放就是你开始爱去检验壁顶头只咖喱鱼人个影，这拢假，吼、哦！你爱去找一空，爱甲弄出去，弄去看日头。啊，未看到日头之前，你爱去看壁物件，讲我奈甲迄只假的鸟看作正经个鸟啦，吼、哦！这咖喱鱼只、黑鱼只，啊，这只毋是鸟，这影尔嘛，哦。啊，可能是这个人是阮阿伯因孙啊 ，OK， 阮姆妈因小弟，对吧？啊，所以咧亲情嘛，
啊，真正搬我看，我都较相信嘛，对吧？啊，即马台湾的民进党的人都是安尼啊。因为陈博士跟你讲，哦，你一个好朋友亲力的讲，我干那支持蔡英文的民进党，啊，你感觉哎呦，要收太安尼，迄只简单嘛，因为伫搬迄个假家己人的影的人，都是因亲戚朋友啊，伊古早好朋友，迄个诶，食甲伊食熟的人啊。所以这人搬家里，可以伊未去检查，未去 question 啦，对吧？嗯嗯嗯。啊，所以咱即摆教老百姓，你要建国，你都要迄个心，独立思考的心。嗯嗯。你要迄个能力去 question， 去咨询，去质问。所以讲前辈，你即摆咧讲的吼，即、欸、人伫后边吼，甲你按你个家里人啊吼。Yeah。我哈、哦、产生了怀疑，所以说我在过去哈、哦，我用博学审问圣师、明辨笃行的态度哈、哦，去检验他们给我演的东西啦。有有，妈的，一大堆都是假的。咦，啊，所以你看了你怎啊，把迄个铁球，甲想办法甲开锁，吼、哦，啊，你怎啊对迄空甲爬出去？啊，你看了外口啊，啊，你外口食赞，你唔甘愿讲内底迄好朋友佫叫白个啊，啊，你佫锁转去。啊，要甲解救啊！啊，但是人甲你站，甲你拍，叫你卖吵啦。阮才有三顿通食，你叫我出去外口，什么讲我唔知呢？你要害我？嗯、我们追求和平平静的日子，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来乱哦？哎、欸欸，对啊，你住在美国，你叫我革命，你中国也不怕那个你阿去啊，对吧？哦，啊，所以你们这些卖公家呀，我四十几米拿了，美丽的灯啊，跟他小台啦。OK，、嗯、你知影我要七十岁啊呢，哈、哦。嗯哼，我两年前我爱翕相，我是职业摄影师哦。哦，哎，啊，我临走我放我的相片给你看哦。我给你我的 link 了哈。嘿嘿，我在翕相的时阵，三个迄个中东的狗囡啊，到十八九岁啊，要甲我抢。你抢有成功无？当然无啊！你就是我七十岁老岁仔好子嘛。啊，你袂记得我烦啊？啊，烦啊，拢炸起来。还得了，对对对对，一定得你 OK。所以你唔通讲我袂小台啊，你若敢台，我甲你我陪你啊，对吧？所以人爱有迄、那个一口气啦。爱就是靠一搞鬼嘛，对吧？嗯嗯、哦、所以咱的一个迄个规个生活过程受到独裁者、一个独裁者的控制，咱变作一种有知识的 puppy， 就是迄个玩偶啦，家里人啊。嗯。随在人甲咱舞，随在人甲咱叫，人叫你行东，你就行东；叫你往西，你就往西。哦，叫你讲蔡英文，你绝对有博士，啊，无伊呐，敢讲有博士啦？这种的，这种的逻辑有够趣味呢。你讲哦，伊绝对有博士的啦。啊，有人遐大胆，敢讲伊有博士，讲啊侪年，所以绝对有博士。啊，都有这种查某未见晓的啊。那有这么大胆吼，这么未见晓的吼。啊，你若摕正果因看，伊讲哎，无可能啦，这罗生门啦。OK， 迄不是罗生门，所以迄都是叫关在棚坑内底人看妖气。用出来影收久的人，无法度独立思考了。看到壁顶头迄个影，迄1.5个博士，迄都是影嘛。嗯，
不是真的物件嘛？你八八块给真的 1.5 个鸭子不？1.5 个鸭子有几个头？我问你，对吧？乱来嘛，哈。OK。所以呢，咱即马，若要脱离开这个人甲咱设计这种 program 哈，伫房间内底搬这个家里椅啊，互你，你爱做物件都还是按得爱了解啥？就是讲，你爱知影别人为什么要控制你的思想 ，OK？ 哈、哦，啊，别人用什么方式控制你的思？为什么控制你的思想？为了得到一款你的利益嘛，对吧？对吧？啊，伊控制你的思想目的，去买私烟免坐牢啊，讲我做超买啊，对吧？啊，咱的老百姓买私烟，讲我做走私啊，对吧？判十年有期徒刑啊，对吧？所以，这物件你都爱检视，去别听到那个假象，用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回想真正的事情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呢，咱即马呢，就算你已经开始走出去房间看到你啦，但是你还要回顾，回到你旧的动线 ，OK， 去重新检验你的旧的心态、旧的思维 ，OK， 啊，开始去回想你当初时是如何开始去挑战前卫的思维 ，OK， 啊，你嘛爱记讲，你安怎去挣脱遐枷锁的捆绑，你安怎得到你？争取家己独立思考的自由，你是安怎去争取到的？上尾啊，你有这个检讨以后，你怎么爱审视讲，我安怎有法度转来去房间的，来解救遐个继续受着捆绑的遐同胞？这是独立建国真重要的观念。OK， 美国在独立建国的期间呢，其实无甲十趴的人，伊都支持独立建国。大家嘛惊死，大家嘛买小台啊，对吧？对。啊，小台拢一挂迄落少年囡啊，吼、哦，因台到尾啊，底下冰天雪地吼，啊，袜啊无够穿啦，啊，鞋拢破去啊，啊，鞋破去无饭通煮，迄皮衫起来泡水，啊，怎啊甲煮做一顿啦？伊内底有蛋白质嘛？啊，穿袜啊，穿甲剩一脚，啊，底下冰天雪地的行军，欸脚唔疼死了，啊！大家轮流交换袜啊穿，无即双新号咧穿咧，啊！你行咧，啊！换我穿，我冻到要死啊！换我穿安尼咧，伊安尼咧个独立革命的咧，啊！美国咧独立革命，华盛顿出来军人哦，唔捌拍一摆讲进京赢的战争，你知道吗？每一个战役拢无进京赢，但是伊甲规个合起来时阵，整体的战争他赢了。小小的战役的失败并不重要，整体的战争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嘛！啊，德国人有一句谚语啦，伊讲哦，笑最后笑的人才是笑的最好的人。你听有啊 ？OK， 你咧是拍球啦，你咧耍游戏啦，你一开始你赢，欢喜甲就吹笑目笑对吧？啊，但是。迄算分数是结束上尾一秒，看算分数相关的才是赢的人嘛，对吧？这个蒋介石跟毛泽东的斗争，毛泽东输了99次，就是赢了最后一次。对啊，哎，就是最后笑的人才是笑的最好的人呐、啊，对吧？对。所以台湾的独立建国，即马搁伫喺阵痛期，但是爱坚持。啊，两种人，一种是已经爬出去房间的看到日头的人。啊！伊爱去回想，伊是安怎挣脱这个枷锁的？啊！伊挣脱枷锁过程里面，伊做什么代志？啊！伊即马为着爱心，伊会使搁行入去房间诶，去解救遐个搁继续去用捆绑诶迄个同胞。啊！但是对这个同胞，咱嘛袂使甲苛责，咱嘛有爱心，因为咱同款啊，曾经被捆绑过，是吧？咱的地位甲因地位构造是同款的，但是咱挣脱出来了，咱这么爱做的是个道上刚，把它也挣脱出来。是的，所以另外一件代志，我要甲你大家分享，就是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崩坑 ，OK？ 国民党的中国的人民，
啊是即摆伊个越南新娘、外籍新娘，因带伊个文化来，因个文化内底后迄个崩江跟韩这条诶。对、啊，所以咱袂使去轻视人，因为咱古早的崩坑无同款，你古早嘛是崩坑，伊嘛崩坑啊，对不、嗯？所以咱看到无同款的人，遐、意识形态甲你无同款的人，咱有时爱入去伊的崩坑甲参观一下 ，OK？ 去了解讲，伊崩坑内底因遐独裁者是咧搬什么咖喱啊，互因看啦，啊，因爱去相信遐的啦，哦，比如讲咱甲国民党的见面，即卖迄落即落。迄个国民党迄个年轻立法委员，伊都唔捌大陆是啥潲，都唔捌看过啊，对吧？嗯嗯。迄是因老爸老母啊，因阿公走来所在啊。嗯。但是伊即马嘛，该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吼、哦。迄个中国的迄个地图，台湾的地图是包括迄个规个秋海棠，包括外蒙古去，对吧？孟加。孟加。啊，因阿为什么这种思想？因为因老爸的迄个崩坑就是伊种的啊。对吧？伊自细汉，因老爸就甲关喺棚坑嘅内底啊，搬迄个家里互伊看，对吧？所以遮嘅物件就是咱爱脱离迄种别人甲咱强加喺咱头壳顶悬嘅迄种虚假的那个影像。尤其在台湾哈、教育部他们塑造了整个棚坑嘅。对，美国嘛是同款啦，吼，美国即卖真可怜嘅所在就是。因为中迄落共产党咧，顶越战的时阵哦，无法度一摆拍赢这个美帝国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咧，因顶越战就开始啊，70年代哦，顶美国就开始渗透美国的教育界，所以美国自小学、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所有的老师、教授，拢是左派，拢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即卖阮的囡仔训练出来。拢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才会去投迄个拜登出来 ，OK？ 啊，即马在死啊！吼，迄个川普在做总统，一家人去有2.6美金，即马入去7块啊！夭寿啊！查，哇，我四倍！你要安怎？你知无？因为即个汽油来起价，所有物件起价，因为物件拢爱载嘛。爱再去工厂，工厂爱再去超级市场，爱去再去迄落消费者的厝嘛，对吧？这拢爱汽油啊！你汽油一加价，所有东西涨价，所以今台湾嘛，唔通靠听讲，什么万物齐涨咯，薪水没涨，美国同款，哦，是干啦？美国人较袂啊，爱啊大声尔啦，台湾人爱惯死啊，这新妇啊，你手还袂甲戴住啦啊！开始话，你知无？台湾人爱惯死啊啦，哦，没有口罩爱一声，没有疫苗嘛爱一个，没有快筛嘛更加爱一个，无台无一个个爱一个，中呢没有鸡蛋嘛，这化工我要吃鸡蛋，变成笑，你普通时唔捌咧食鸡蛋，原来无鸡蛋时你开始咧话要食鸡蛋 ，OK？ 所以这物件来讲哦，咱人。就是要知影讲，咱为什么今日会到这个程度？咱一若离开迄个束缚，咱来去回想讲，我那是安怎脱离迄个束缚的？咱爱我转头来帮助遐继续受束缚的人，安怎脱离迄个束缚？迄就是咱建国的根基，迄就是思想的解放，吼、哦！所以呢，苏格拉底有讲一句话啦，伊讲哦 ，The man who knew he knew nothing。一个人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最聪明的人啊！如果一个人呢、不晓得他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他什么都知道，这个就是白痴。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有所不足、哦、他自己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会去追求知道。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台湾有很多，你若逐天电视甲拍开，迄政论性节目有诶无诶，迄拢是一大堆自己以为自己知道诶。嘿，你甲看迄中联放，较等下会使讲双固攻略，会使讲疫苗攻略，会使讲美国政治，较等乌克兰打仗，啥物拢会使讲咧。哦，伊专家咧，当了班咧。对啊，迄就表示啥？迄就是讲一个白痴，但是他以为他 knows everything。哎。一个聪明的人是自己知道自己有欠缺，哈、哦，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 everything， 所以一个注意。我真济代志，我唔敢咧杀人，敢问我，我杀你啦，乌白乌白桥乌白龙，我唔敢咧讲咧。
你做律师嘛是袂使啊，人来甲你问一个问题，你正经唔知，你讲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做一个研究的啊，我甲你答吼，对吧？啊，啊，读律师读的法律嘛是社会嘛是各行呢，哦，嘛是黑白变的呢，唔是做你己做的呢。我电机博士呢，我袂使咧杀来黑白讲，凊彩讲啦，这博士这乱来真正哦。对，好，啊，咱即摆上尾呢，我要讲一个我真痛心的代志。OK， 童文新律师顶七月初一记者招待会，宣布讲伊要参选台北市市长，对吧？今日七月初四台北时间，你甲电脑甲拍开，收音机甲拍开，电视拍开，你有看到任何一台报童文新要参选的代志无？没有呢，被全面封杀。无唔对，全面封杀。OK， 啊，所以呢，你会看到讲独裁者。伊一个妖气的头前，遐咖喱红也是一算的啊！伊要互你看柯文哲，互民进党糟蹋，王世坚甲糟蹋，伊就搬柯文哲、王世坚糟蹋。卡蛋，迄个侯友宜，吼，伊就甲1922搬你看，对吧？嗯，有。啊，卡蛋啊，陈时中就搬好迄个大头的 AA 啊，即摆吼，我去释放迄个民情啊，外号都外号，伊拢搬互你看，嗯，对吧？啊，但是。迄拢是后壁一个妖气，啊，来算假戏啊，假咧人啊。哎，啊，你一个聪明的人，你都爱看壁顶头迄个假咧人啊的影，迄个毋是假咧人啊，假咧人在你后壁，迄是假咧人啊妖气就在影，你爱看迄个影讲，这都毋是真的呢，吼。嗯啊，真的是为什么是？真的是什么？啊，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是真的？是因为是阮阿伯因老师帮我看，啊，是阮舅妈因囝 ，OK。诶，阮即卖因囝是也是阮表兄啦啊。Anyway， 是毋是因为遮个人际关系的缠绕，啊，是因为权力的原因、职业的原因，我受到这虚伪假象所欺骗啊？啊，你童文新要选台北市市长，到即卖为止拢叫封杀，因为咱的独裁者无爱看咱想要看的物件，干人要看，互咱看咱伊要咱看的物件。OK。所以咱爱做的代志，就是讲，咱爱突破这个障碍，吼、哦。啊，所以我爱甲这个詹博士拜托。詹博士是电机博士，啊，佫是这个电脑方面的专家，哦。啊，国防部进步的时阵，嘛是迄个电脑室的主任，对吧？哎，对对对，三军大学电脑中心主任。啊，我在国防管理中心专门搞资料处理。哎，所以博士啊。哎，咱即马爱设计一个平台，哎，有法多加童文新、哦、彭文正、阿个力、哈、阿个海华帮、阿个所有的这個建国促进会这有诶无诶平台，咱来个做一个整合。啊，你做一个 app 还是 whatever 哈、哦，每一个人手机啊拍开，每一工都一个节目有啥物物件，你试了迄个 app 都出来，你都直接放啊，更加方便，免去 search。OK， 你的意思是设计一个 APP， 然后让每一个人的手机上可以download这个 APP， 我们今天有什么活动，甚至于实况转播，就说哎、欸、，it's good idea。对，哦，啊，耍了讲有哪一个政论节目讲了什么话，哦，大纲下面啊，记录都有啊，免国家去 YouTube 找。啊，另外就是吼，咱讲出来，那 YouTube 给咱黄标吼，咱已经录起啊。啊，所以黄标看无的吼，咱的平台也在里来看。哎，我们的 APP 哈、哦、可以 link 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网络上面的一个资料库的平台，你可以直接到那边去看，就不用再受限于 YouTube。对，啊，咱这个 server 哈、哦，甲放在国外，和民进党无法度去封锁。Yes， good idea。哦，啊，所以以后你若讲要来属于要来游行，要来做什么代志，每一项 app 拍开就讲，较等下一路林爱路个。甲多一条路口吼，遐有警察，啊有蛇龙吼，啊但是你即马若对这条街啊路啊，我对对也出去，迄可以突破。啊，每一张手机啊拍开，大家在迄条路行。嘿嘿嘿，哎、欸，这个是二十世纪当年吼、哦，人们在吼、哦、反威权的时候，有一条通路的话，大家互相通知啊。但是你现在是透过手机的方式，让大家哎、欸、这边有一个。
破口，我们哦，大家转进从那个破口出去哦。对，哎，啊，这个呢，你也是用这个手机啊，利用那个 app 哈、哦，甲做一个不是虚拟的哦，是 live， 规个迄落企业哈，警察在遐躲哈，啊，都要蛇笼封锁哈、哦，啊，都要偌济人，啊，迄边欠人，啊，迄边警察在拍人啊哈，啊，搞死囡仔，迄落抢座位爱去啊。对吧？嗯嗯。啊，老岁仔在后边慢慢啊行着，抢座位去倒遐支援。你规个 app 甲创好 ，OK、欸。你讲的这是一个 good idea 啊！我哈，我一想哈，用 app 哈来哈扩展你的粉丝不必受限的思考空间。对啊，嘿，因为吼、哦，即摆民进党，我讲过一句话讲吼，独裁者吼、哦，若有法度用阮你的思想自由吼，伊就袂去限制言论自由啦。嗯、OK， 就是讲哦，当一个独裁者无安全感的时阵哦，伊就开始限制言论自由啦。嗯嗯嗯，你甲看即摆蔡英文啊，蔡英文政府啊，伊在创啥物？蔡咧蛋。拖咧等，伊就咧限制言论自由。即摆 NCC 都要出来啊，对吧？哎哎哎！哦，即、哦這个你即摆来创什么创啥？我先给你黄标，啊，再来去发你，啊，发你还袂再过落来，进前我就给你黄标啊。啊，大家看了惊咧，哦，即、這个黄标，确当唔知甲查我 IP 来甲查无？有诶无诶无？对吧？即摆拢免惊，所有责任啥对咱 APP 听海外 server 顶管，啊，恁别去 Google 哈、哦。用 Google 的迄落 Play 啊，什么 whatever 啊，是 Apple 哈、哦，嗯，啊，你都直接有法度用 APP， 然后能够得到所有的信息，然后这些呢，未去有 YouTube 啊，都要给你黄标，嘛未去有 NCC 给你黄标，给你抹杀，一上网就 YouTube 了，马上一个 copy 在 server 顶管 ，OK，、嗯、你给他封杀，你上我 server 看 ，OK， 对对对对，哎、欸，嗯。江大哥，你这套战法完全是21世纪的那个进化出来的一种战术了。Good idea, good idea， 我会跟童文馨那边联络，因为哈，你咱爱创，你即卖爱带你学生创一个 app 出来，嗯，哎，好、哦，然后呢，我们要筹资，我们台湾派的要筹资啊，卖去什么？肯钱去顶报纸，伊无甲抓啦，无人看。对，看嘛无甲抓，你去顶迄落《自由时报》，你甲买，伊唔好你买，你讲我来顶《中国时报》啊。啊啊，童文馨参选台北市市长，甲顶办办的嘛无甲抓，一工都无去啊嘛，对吧？嗯嗯。遐钱咱摕来叫国防理工学院的人，中正理工学院囡仔研究生，大概来下一个 app，、嗯、对吧？好、哦。啊，然后来去买海外迄个 server 网站，咱来去买一个 cloud， 内底有几亿个 gigabyte， 对吧？物件都甲淡淡的去，哈、哦。哇，前辈，你这样讲这哈，你又系 give me a good idea， 哈、哦、啊！我现在再跟你讲一下哈，因为刚刚哈也有乡亲打电话来给我了啊，我赶快已经转给彭文馨了。他怎么讲呢？说当初陈水扁出来选总统，选那个台北市长的时候呢， yeah. 欸、他那时候、哦、一天、哦、办四场的演讲呢。所谓四场的演讲是怎么样呢？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两场，然后呢，早上跟下午的那一场呢，是在可能是、哦、早上在菜市场啊，下午到那个公园啊，可能有三五个。可能人哈、哦，反正呢，你今天要在这个菜市场的旁边的小公园哦，啊，你就那个宣传车就在那边绕，绕完之后呢，就在那边哈、哦，就地就有人开讲，然后呢，讲到最后呢，有人助讲，助讲完之后，而且哈、哦，在助讲的过程哈、哦，那个捐款箱就给他放在哦最显眼的地方给他啊，可能哈、哦，人家会边听，附和你的就会捐款进来啊，慢慢的
且战且走了啊！我已经把这个意见了，这个叫做哈二十世纪的作战方式，早上、下午、晚上呢要两场啊！这个东西哈是当初陈水扁他打下台北市政府的 process 过程啦啊，常客啦啊，啊是，然后我们哈我在。实况转播这些早中晚上的东西，在实况转播 YouTube 实况转播，让它、哦、上到 server 上到 YouTube， 然后你可以透过 APP 去回忆今天早上今天下午所有助讲员的所有的实况 OK、欸、你说的20世纪了宝贝，咱来做21世纪，咱现在平板电脑手机大家都有对吧？对，啊、你要去菜市啊，较等你甲侬智慧游行化，较等无准你创啥，拢你无法度做对无？简单，你干那几个人吼、哦，揸你平板电脑，吼、哦、较大台不要紧，迄、那个 Apple 迄个 professional 的，十二寸 iPad， 去 iPad 去甲菜市啊，吼、哦，喇叭甲准落，对无？啊，你一个 amplifier，amp 吼，无就贵无几千块啊，对无？细细台，即么 amp 细细台啊，甲菜。哦、我加一台，我加一台，我这台是要 support 哦。对、欸，这五十人用的，是啊是啊。我是要 support 迄个同心的，五十人用的。我你讲，我你卖叫国民党给你限制，你去市场去对外演讲，伊给你集会游行法，超过三个人以上就是集会游行，你没有申请，拢免该讲的，一个人就好。我平板电脑提，对吧？啊，咱这演讲。已经在 server 顶管啦，啊，迄、那个志工摕这个物件去到市场，啊，开始就摆，啊，放好这乡亲看，啊，大家看看呢，伊大家有手机啊，你会使有迄个 QR code 啊，若要捐款的，要参加的，扫描一下就入去啊，对不？这真好做啊，吼、哦，啊，所以、哦、你现在先不，你即马意思是讲吼、哦，我们不用搞现场，我们已经录影录完了，然后呢？就透过扩大机呢，就在那边晃就对了啦。对啊，然后呢，你要望看要创啥呢？哦 ，QR code 落去，啊，你讲去听得爽，啊，你讲继续看阮其他的物件 ，QR code 搁予伊，大家手机啊，先来一扫，转去伊拢有通看。啊，这比起演讲去游行哦，效率搁较悬、嗯。以后的收台吼、哦，你若像你即马，你咧研究啊，乌克兰收台，唔是正经人入去的啊。对吧、嗯嗯？我无人机、人造卫星、马斯克、嗯、到所有的联网起来，嗯，要拍死你的将军，易如反掌啊，对吧？哎，前辈、哦，我听了就感动哎，我的东西你有完全吸收、哦、C4IS 啊，你有完全吸收？对，我跟你讲，我来美国的时阵，因为我烦啊，所以我体格较弱、较粗壮、哎，啊，我拄在来的时阵要找头路，无头路。我咧半工半读，我去做警卫，因为汗臭大，人惊我嘛，吼。啊，做无超三个月，都发生枪战啦。啊，我学生袂使有去穿啊。啊，我枪战里面，我是唯一没有枪的在枪战里面。枪战了，我走去找阮校长讲，哎、欸，你嘛较拜托诶。我这陆军158师的军法官呢吼，啊我四五手枪嘛拍了较准，你们硬一支啊我咧，枪战无穿，伊讲袂使啦，卖啦，你无这招啦，你学生你唔当去硬穿啦吼，伊讲无安尼，佫换一个啦，咱学校吼都在1982年，迄、那个 computer 都在640K 哦 ，DOS 哦，哦都拉出来哦，伊讲哦。你哦，来去图书馆哦，过电脑啦。啊，你不电脑不？我讲我不啦，我甲骗啦，我唔不啦。我头发都咧那不电脑啦。嗯嗯嗯。啊，电脑都拄咧出来尔嘛。嗯嗯嗯。所以我就走去册店哦，拜五、拜六、礼拜读三工 DOS。嗯嗯嗯。读了我拜一就去啊。OK，MD 就是 Mac Directory 哦 ，CD Change Directory， 我就开始咧教 Computer 啊。OK， 所以我是。Ultimate user 啦，我是最终的使用者啦。Yeah. 这叫做哈，且战且走，且战且走对。所以呢，咱今麦爱用21世纪的思想来拍这个独立革命的一个战争。OK， 是不是用二十世纪的不行啦，都一个鬼头去演讲啊，去种下，去摕一个肥皂箱，夹夹那个都不行了。
今麦就是一个用 C4 OK C4 ISR 哦，好，我跟你讲哈、哦、OK， 你今天这个 good idea 哈、哦，我把我前面的二十世纪的作战方法再整合到你二十一世纪的 idea 哈、哦，我慢慢会 integrate 就把它整合起来哈、哦，我再跟今麦人手一机对吧？哈、哦，对，你靠行你陈时中大笨钟也是讲叫我去。要去买一个物件，手机啊，就伫喺个超级市场门口咧扫 QR code。对。哦，有唐凤知影我人伫喺度，对吧？啊，所以用唐凤个只资料，甲陈时中摕去问外国人做研究，可行呢？即、嗯、用咱个资料去趁钱呢？啊，你拢唔知呢？对吧？嗯嗯嗯。啊，所以为什么因会使用，咱袂使用？咱嘛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啊！好，咱个革命手机、iPad、哈、QR code 弄个落去啊！You have such a good idea. So, huh, maybe I want to discuss with the 彭文馨、huh, 我让他了解一下、huh, 看他怎么，因为他、huh, 他有提出元宇宙的观念已经走得很前面，那我现在又把实战的 APP 的观念、huh, 带给他、yeah. 啊、建议给他了，让他思考如何运作整个战术上如何运动，如何往前进，甚至于拿下市政府、huh, 对不对？我你讲吼，啊，上尾一句话甲乡亲鼓励啦，吼，加同款，唔是孔子讲，即马克吐温讲的啦，吼。马克台湾，嗯，啊，唔是马克吐温，即爱因斯坦讲的。啊，蒋介石讲的。反正啊，这句话是安尼讲啊，讲吼，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哈，但是有人说这个事情是可能的，哈，那你就不要去妨害那些认为这个事情是可能的人的动作。嗯嗯 OK， 人讲 this can be done， 这个会做的哦，哈、嗯哦。啊，你头壳内咧想讲啊，这无可能的，你卖去共阻挡，哈、哦，你卖去共破后卡，哈、哦，让人去做，哈、哦。啊，人做的时阵，然后发觉讲需要帮忙，啊，在你的范围内，你做会到，你甲帮忙。所以、嗯、那些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人，哈、哦，不要去妨碍那些认为这是可能的人。嗯，OK， 尽量让他们去做 ，OK，、嗯、然后适时的提出你应该的帮忙，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坐一下，啊，这不可能，那不可能，下面拢不可能，哈、哦，啊，你中国谁给你拍的？啊，咱无法度，我感觉真趣，我讲一笑话啦，吼、哦，那台湾人哦，塞车，啊，你给你超车，目睭甲看一下，较等就给你砸落，给你刀啊，杀出来，给你剁啊，哦，你有够勇敢的呢，吼、哦。哎、欸，啊！中国啊，要来给你拍了，走了了，你是咧勇敢去拼的啦？好奇怪咧，你有甲你鬼仔落咧相拍，有甲勇敢的咧吼？真歹哦，真歹、哦！啊，你 KTV， 大家饮烧酒醉，啊，人撞到房间，撞到你这间来，啊，看你的妹啊，水甲烂一个，好，你刀啊就杀出来，好甲伊哩头记着无？啊，伊哩头七八个出来，啊，怎啊二三十个拍甲迷迷毛毛，啊，快打部队都爱出来着无？啊！你三只勇气去拍中国也唔食哦，对吧？哦、oh, ，good， 哦，所以爱思考啦，爱对本坑内底说出来啦，哦，啊，说出来人爱转去讲外口是啥物款，我坐你来看卖咧，啊，人会甲你带，甲你拍袂要紧，爱忍耐 ，OK？ 哎、欸，前辈，你今仔讲了两大主题哦，第一个是哈、哦 yeah. 这个本坑的理论，第二个是有关哈、哦、建议彭文馨的这些看法、哦、我觉得非常好、哦啊、我们现在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yeah. 那你能不能、哦、利用这时间给我们我们那个乡亲、哦、在三分钟的建议好吗 OK 这个独立革命、啊、就是我大家讲的是一种阵痛 OK 新山极进这个阵痛、啊、这个阵痛有很多的那个东西要忍受啊，咱经过这个阵痛啊，也唔通失志，吼、哦。所以呢，继续咧拍拼的人呢，边仔的人唔通甲破后脚啊，这无可能的，唔通啊啦。啊，不要扯后腿，不要扯后腿，吼、哦。啊，台湾人，人若认为有可能继续咧做的人，你若认为无可能的人，你上做是点点，吼、哦。啊，你若心有余力，会使伸出你的援手。的时候要适时伸出，对吧？哦、嗯，啊，比如讲，恁大家拢讲，恁在阿边讲，卖那鸡嘴啦 ，OK， 讲到五四三几面啊，规嘴全破，要小台顶来倒台啦，倒台会使啊，
你要甲我提看卖咧，我嘛是翻咧迄部啊，对吧？但是咧，你唔通安尼讲，因为每一个人那个为家己的国家、为家己的理想去拍拼 ，OK？ 所以呢，阮是对棚坑内底爬出来的人，阮今日无需要搁坐伫个棚坑内底去用糟蹋、去用侮辱 ，OK？ 但是阮有迄个爱心，因为阮伫外口看到真正经的日头光下骹所显现出来迄个美妙的物件，所以。我们存着爱心，加登个棚康，拜托大家讲，迄、那个手铐脚镣个挣脱，带我行出来棚康来看卖咧，迄是咱建国迄条路，吼、哦。啊，咱唔通叫别人个思想束缚 ，OK？ 因咧搬家咧，伊人后人看，咱来知影迄是假。我唔爱看家咧、哦，我也唔爱看家咧，伊人个影，我要看正经个物件，吼、哦。啊，彭文新要选市长，啊是其他的大牌的人要出来服务，咱拢爱甲支持。成功不必在我 ，OK？ 任何同胞同志在做他们想做的事，咱边的人就要给他协助、甲帮忙。比如讲，彭正叫我们欺负，台北伊来叫我们欺负，我这个烦恼一定出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毫无问题。OK？ 好、哦，所以咱来继续拍拼。所以讲，前辈，你都要讲的哈。我今天已经接到了很多台派的人跟我讲，啊，童文馨出来的话，就把我们的绿色的选票瓜分掉了，那我们就更没有希望了。哎，那我们你说我们要支持啊？我说哦，你不支持童文馨，难道你要支持陈时中吗？你怎么知道童文馨不会成功？你们等着看哦。那你想卖搞你老卡，我们就好好的干一场啊。后面呢，再。这就是前辈你所讲的后边，哦，第二个扛苦劲，我也看完，把它给它扛办起来，就是这样子啊，吼，对不？对，好，对吼，继续拍拼。好，安尼咱今仔日吼，乡亲啦，咱今仔日吼，请咱江贤办吼，加州的大律师吼，讲的这个课程哦，这个洞穴理论，以及吼这个吼童文馨参选台北市长使用。21世纪的作战方式来打选战，好，我们会把它整合起来，哦，让童文馨那边哦了解。OK， 安尼前辈，咱甲咱乡亲 say goodbye。Goodbye， 好，阿咱来拼 C4IS。哎，对对哦，哎，前辈，哦，恁这正代哦，要破个水准，真正哦，无简单，无简单。好 ，OK，OK，、okay. okay, 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嘛甘愿，无怨恨，阮是做台湾魂。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嘛甘愿，无怨恨。阮是做台湾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故乡美丽岛，到底有啥物做？返来故乡面对黑落，牺牲嘛有甲无。台湾的青年不通行坐路，一步过一步，独立建国永不回头，冲破黑白路。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鲜烈的牺牲不断。勇敢的台湾人，勇敢的台湾人，独立的做主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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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关键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
离台湾故，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决战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故，充满希望，充满希望，咱是海洋的故乡。人是热情单纯，住伫台湾人的心肝。台湾人同心肝，同款有命。叫阮子孙，撇撇子孙，代代永远第三段。水热是报答美丽山河，落土打拢的活。风来美，鸟难飞，抬头看麦。阮都开看，阮都开看，头顶头顶的月山。顺地是自由民主公平，武汉的地平线。希望，充满希望，咱是海洋的国家。充满希望，充满希望，咱是海洋的国家。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中国一